俄语将近10分钟没讲完，3分钟。这个当时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。第一个就是习近平为什么这个要防腐，为什么要搞打商业精英的违法犯罪行为，他认为这个里头和他的这个民主变革有关系。第二个就是习近平除了民主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走，这个定论也相当的坚定。但是呢，这个还是没有充分的展开。对，还是问一句，就是这个下面大家也许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。我们那个下一位客人，演讲的是从加州来的杨怀先生。杨怀先生原来是清华大学这个参加文革的这个著名领袖人物，后来写过很多文章，对这些历史彻底否定。那刚才大家提到了，他也转向学术，研究一些中国的大问题、战略分析啊等等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下一个请杨怀先生来讲话，请李伟东做准备。一贯思想，20年前有关新闻3万字的文章，就谈着我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想法，就是现在我还坚持思想，在党内外、体制内外的压力之下，党内的有开明思想的人逐步向民主化方面，用党内民主的词儿吧，因为民主本身没党内民主。是没有家庭民主的用的词的话，进展党内慢慢的有派别，先不搞你死我活，你活我越活，然后像越南似的慢慢展开，然后下一步再比如工研副它的组织就独立，然后民主党派强化，然后在党内有限民主之后，以前中央委员也好啊，不说8000万党员嘛，说这几千上万个部级干部，他们要民主化，要民主化，实际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稍微像样的人，谁都能找到这几个自己的部级的亲属亲友，就可以把他们也反应过来了。我一直不同意一党专政里说8000万党员，咱们很多人当过党员的，没有当过别人政，就被专政份儿是吧？不参与一党专政，但就是词儿可以这么说，这样党内民主了，那全民就民主了。8000万，谁家没有几个党员了是吧？他们也都会反应过去，这么一步一步，最后才慢慢的接受党禁报禁。就我20年前就这么说了，但是我说了，可能这次在前几天那个烂会上，我老师烂会也讲了，我太大了。可能我们这些人当时20年前这么说，可能我们这些人看不到这前景了，但是我们在为奋斗。就我的想法，像现在说呢，刚才这个小平介绍了，我5年前。在101论文章上，我就提到了回与反思、感恩与忏悔，咱们叫忏悔问题。我就说我是红二，叫红二代吧，红二代一类。在3年前回忆清华的那个4年的文革的时候，就明也出了几个很多书，网上就谈了我的看法。然后我说我是清华红民总部的人，我们就是先锋队纳粹的后代，我们干的事情。他们有水晶之夜，我们有水晶之月，什么整个所谓红八月，然后我就反思。我认为大家看我的看那些书，我深入我民间，我知道是平方米的概念，我知道怎么吃不饱。我们官员父母是一流干部，我们是老百姓农民怎么样，是有异类。所以我说，对习近平的问题，习近平在刚开始讲了一些话，宪法呀什么，但是后来从近3年看法，是吧？这个前3年后3年，不走邪路，或几个变相的不许讲吧。当然，声明先生说没有原意，没有原话，文件就是九号文件。但是这个东西已经实际上事实了，几不讲，就连阎王春秋都自律，几个不碰，几个不动的。那这些是现实嘛？公民社会，现在就整个就不说普下，说全世界的公认东西，终于不能讲。所以说在。我不说习近平，我对红二代一点不抱希望了。我知道他们的人怎么样，一样像薄熙来这种人，插死外国人连死他们一样。就是我们这些人当时在50年的8月干这些事情，那我们就吃，我要讲吃狼来打狼的。我们前30年吸毒，后生的排毒排的还不够，或者说，假如说李健说了，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小毛病的话。那么像红二代身上心里矛盾就不是小矛盾了，就是中矛盾大矛盾问题了。你看那些人现在
延安儿女转过去，什么台国元勋那个什么子女，就排座次，你不是台国元勋，你不够台元勋。嘉靖合唱团，我到那个，我很多朋友是这样嘛，到重庆混混合去，是吧？团长、副团长，反正呢，按照这个父母那个东西排，所以新四军这个后代我算不参加，自己没有参加。那我说我们俩写年怀太多了，各种年怀嘛，是吧？刘延东的姐姐刘延怀，是吧？嗯，李素安的女儿儿子李延怀，人们老问你什么延怀，我不是什么，只是延怀，不是。所以我说，曾庆红的还有一个对曾庆怀，那怀的就更多了，嗯，是吧？那陈老师那个，上是延怀，华的都是新四军的。嗯，大部分是这样，这一怀就是新淮南淮北嘛，就是你看看查了很多这种新四军后代这个，嗯，到处哎是延怀的，他们身在两淮，新淮延安就延怀了两淮，是吧？嗯，我觉得确实我既希望于习近平之后有平民子弟上来，他们对这个社会，他们有这个全新的认识，慢慢的这方面，这是红二代，你看现在这个。不管是有权的还是边缘化的，他们各种这个组织，从五月二号呢，对也好，延安儿女就是郭沫明吧，郭沫明，胡乔这个墓园的搞那个东西也好，是吧？开国元勋的也好，甚至有些我的好多朋友，他们说吧，我们让你们把他卡住，我们要写大报反中央革的人，他们都建议12月26号作为中国的节日。我说怎么说？要做节日可以有节日，9月9号。作为国家节日更合适一些，就是说的，64的时候我说过，我的朋友中，在职父母在世在世的，基本拥护政府；不在世在世的，亲家学生，比如陈小鲁家，哎，就是陈小苏，陈毅家，陈小苏不去为了这个柬埔寨，陈小鲁毅然把这全部职务辞掉了。到新加坡我们一块儿找我们谈问题，是吧？周先生家、周先典，是吧？都在这时候，他们是就是怎么样？而在家是我其他朋友，这很明显嘛，就是说陈家、宋家，这都是很支持政府的。虽然我那样写了，最后我们只保持个人友谊了，这种观点确实不一样。所以，我跟你可能不需要题目了，不是习近平下一个怎么办？我寄希望于习近平之后。至于说，考察这个，大概是17大的时候，习近平被这个选为王储了，我出卖我了，把我出卖给这个华盛顿邮报，是吧？然后他直接找我，我说不行不说，或者说人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出卖了，那我只好说吧，我说已经封笔了，我说口述了一下整个的过程。当年的这个大概7-8年前吧，华盛顿邮报详细讲的。现在要说的有时间简单说几句吧。我们是考察省级后备干部，是优秀的厅局级干部，他当省级省部级后备嘛。在我们到河北考完之后，比如我在东北考察李铁英，黑龙江考察了陈玉林，然后当那个但是到了河北考察省部级干部之后，我在任务之后要到正面县考察一个县委副书记，确实当时我印象很不错。平时说实在的，你想想当时那些都是初改干部，或者几十年好不容易混一个镇长啊，什么科局长那些，哎，来北京来的小孩说当县委副书记，他还不服气，但他确实骑自行车啊，大家知道这种人下去之后，肯定是他那过去的县太爷不能见的，他就住在招待所里，门市外开，吃大食堂，拿捧个大碗，然后骑自行车下乡，表现很好。但咱们说实在的，又是我们清华的同学校友，又是干部子弟，下去之后确实思路很开阔。当时就是北京有个当时搞了个什么叫说《红楼梦》那个，他搞了饮食中心，当时看不惯，他说我们不能再刨食了，再有个思想，我们搞大城市，他是商用方面依托大城市那个，哎，农村经济。其实我们回去确实跟他说了一些好话，也说那把那不好的话都说了。但是说实在，我们讲就是因为那些人嫉妒，一辈子没混上。看你看不惯，但是咱现在我们披露出来了，习近平确实很伟大，可以说，但是都是人之常情。他把跟河北省委书记高阳
就说拜托，这个不是我说，网上说了，刚要把设备给兜了就行了，所以他带去了。他我走之后，几个半年吧，他升为县委书记了。当时中国情况是，只有省部级干部是互相调，跨省交通，厅局干部当时八十年代还没有跨省交通，他一个县委书记可以跨省、跨大区的提拔到这个厦门当副市长、常委、副市长，对吧？他顶替谁呢？咱们说了，顶替是安理和叶小南，福建原来老书记，书记的叶南，叶飞的女儿和胡德平的太太，当时太太安子文的妻子去了，两个都常委，就安理我都是我们这两个都是我们系的公务系的，安理连党员都不是呢，说那怎么办？你党员不是，你不当常委了，那副市长吧，待一段时间不愿待走了，正好有空位子，就有人就从一个县委书记。现在地干部、处级干部，中央部委是个就是处级干部，这是政工局干部啊，就可以跨大区的调动到那之后，然后一路就提拔起来了。现在我的意思就是这个，对他我不好说什么，我不才对所有红二代，我真的不好希望大家见很多了，这是一个红卫兵，然后看那个五十年前作为叫国旗 S 作为，还有其他那个红二代作为，其实。我就希望他之后这种平民子弟出来之后，慢慢的他们接地气，他们没这套东西，那种现实要保卫我们父母红江山，我提升革命怎么怎么样，不变色，他们没这思想，他们就真的平民主义，他们接地气，他们知道老百姓怎么样，这样他知道什么叫平方米概念，什么叫了解到世事同堂，不是什么世事同始，他们知道，他们知道我们父母一斗干部困难一怎么样，他们知道他们家乡被饿死人，他们能怎么样？是有的，他们是中国的希望。